内室弯道，伴您进入与神相交的美好安息。你为我持守，诗篇十六篇五节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，你为我持守。大卫的金诗，他的经历让他认识到，耶和华神是自己的产业，自己所得到的救恩和祝福都是神的赏赐，神亲自为他持守。人只有在耶稣基督里所得的才是永恒的产业，那是万军之耶和华神自己亲自为人持守的。主啊，感谢你，你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，却成为了我这渺小罪人的产业。是的，主啊，我们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，可到80岁，但其中所轻夸的，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但就在这短暂的年日里，我要时刻举起这救恩的杯，向世人显明你极大无比的恩惠。纵然到天如烟云消散，地如旧衣服被卷起的那一天，我还是会站在你为我持守的产业里，耶稣基督里，享受永恒的生命。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祷告，阿们。